拍手，这也是大家做合唱团一向的热门宗旨。我们做合唱团都希望做一些比较蛮有水准、难度比较高，而且算是真正纯 rap 的歌曲。所以现在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黑的团，他们叫做 Ozzy Osbourne。他们唱了一首歌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叫做 Mr. Crowley。接下来。